那王老师的随堂小测验时间呢，就要考验一下两位队长的动手能力。哦、像这种已经被干下来淘汰的队长，有资格参赛吗？我倒想说，不要再考我。老师，您的题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可以在30秒时间内，好，能写出多少个带口字旁的字？哦、现在就可以想，容易啊。好，两位互相不能偷看啊，30秒，倒计时。开始。好，不要提醒。5 4 3 2 1，好，时间到。好，我首先我们来看胡队长写的。胡队长吃了就喝，喝了就爱，爱了就爱，然后嗓。其实刚才写了一个噪音的噪也是对的。我突然脑子就抽了，我觉得是个错别字。啊，因为你那个口字没写太完整。然后这个本来咽喉的咽也是对的，但是也都被你化掉了、啊、没关系，不气不气不气啊。所以呢我们胡队长对了5个，然后呢童队长这边的题我要特别请王老师跟立波老师帮我判断一下，因为他的口字、啊、跟我们用的方法不是特别一样。吃回音肺唱听八，像回和音也可以算吗？回的偏旁不应该算口，它算外面的那个尾，算外面这个音呢，也不算，也不算，它那个是框，不是口。双方达成平局，